照明系统，我们的灯光照明系统是由我们的定电流源来提供电流，并由我们的电脑程式来控制是否开启。假如我们决定开启的话，我们会传送电脑，会传送资料至我们的 ATmega8， 并由 ATmega8 将资料传送至我们的74595上，由74595将串列资料转成并列资料后，传送至我们的固态继电器，并由固态继电器来决定电灯是否开启。现在我们会跟粉丝示范一次。为了方便使用，我们设计了三种模式来进行控制。现在我们将电灯全部开启。现在电灯已全部开启。现在我们开启节能模式。现在节能模式已经开启。另外，我们还设计了可以使用滑动的方式来控制电灯，来达到方便操控的效果。现在我们将电灯全部关闭。这边是我们的轮窗侦测系统，我们使用了磁红开关来进行侦测。我们的磁红开关会传送资料至我们的 ATmega8， 再经由 ATmega8 传送资料回我们的电脑程式。现在我们会跟粉丝示范一次。我们现在将轮窗全部开启，可以看到我们程式端已显示全部开启。现在我们将门窗全部关闭。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式端已经显示全部关闭。这是我们的无线广播系统，我们使用了 Saki 套件来进行连线。现在我们来为各位评审示范，我们现在在这边传送一笔资料出去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原来端很明显的接收到的资料，现在我们再输入一笔新的资料，并且传送出去。现在我们将资料传送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原来端已接收到资料。